津贴。2009年敲定迪士尼选址开始，穿沙镇嘅呢几条村迁拆嘅工程，直至到临开幕前嘅几个月都冇。一家五口三年前重启工。屋获赔偿呢一个32平方米嘅单位，唔及以前嘅十分之一。肯定有啲伤心的，自己盖了挺远的。佢已经唔想再翻去旧居，亦都对迪士尼。